哎呦，坏了，被白嫖了娘的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难顶了，没打好对线的吧。他们不敢还击。没不过他。刺穿他们。有点痛苦呀，玩的。不是三级的，马上就好。精准而优雅。快走，别死！我操，我说不动话了，我一说话就凤凰咳嗽。烂的，属于是烂掉的，磕得我脑袋疼。怎么空的呢？不空感觉能操作的呀，我操，好难受呀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什么情况？他妈吃完泡面之后就这样了，泡面有毒啊！应该不是泡面问题，吃泡面之前就咳了。要刺得快，刺得狠。空线嘛，空线还能玩。不要犹豫。今天掉不了钻石，今天已经钻三五十分，这把不会要记了吧？加油呀！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可不能记着吧？他这装备加这个红 buff， 我这不知道拿什么跟他打。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但我死不掉，他一剑没那么快的。炮射兵可以避，还可以。这把野巨的呀，这把搞得我上路烂掉了，又要送掉，别送了。对手，别害我呀！马上就好。啊！这大东西直接把我砸死了，大冰雹怎么玩、啊？这你妈野巨好难打、啊。精准而哎呀，鬼鬼！好可恶的野巨！直接
丢他！脑残东西，他妈不恶心人吗？这人却疯了，一个鞋子这样玩。十赚的肯定比我多啊，十是老主播的呀，我他妈新主播的呀，而且我还今年才崛起。十是早之前虎牙一哥的深夜，他只是怎么说呢，感觉观众审美疲劳了吧，他的观众说点事之后就记了，记了一半了。我的剑准备好了，剑姬不好打猴子呀，不要犹豫，该你了。哎呦，骗到了，我就知道他要放大了断我课。被我骗到了，咋那么恶心呢，这游戏玩的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这些逼人有病啊。哎呀，有病有病有病，就去治病，别在这恶心我。烟雀耐得上都不走的，这人就不走呀，这人怎么办呢？这人他不走我能怎么办呢？那我打不掉呀，我本来装备就 不太好打的，这人不走路玩不过猴，真晦气啊。我看哎呀，真晦气。哦，什么情况？有个残血猴不回家，但他移速跟我差不多呀。哎，别个闪现可以了，给他不用闪现了，我 QC 有点慢。我没有对手。还行吧，分上了点之后玩的没那么急了，玩的开心多了呀，打了十专二局。我上的只有一层塔皮了，烟雀跟脑残一样不让我玩的。上的好人被针对啊，上的这不傻逼吗？这游戏没法玩啊，这游戏太脑残，还有闪现。哇，这种人不让你玩你能怎么办？这种我好生气，我没办法，这我太生气了，这确实没有辙呀，怎么有这种人啊，没有闪现你能把他杀了的，这怎么有这种人啊，我的天啊。有这种打野我都玩不了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弄他！无力的畜生！还行。看 W， 我看他快到80能量了，这周还要下去了，拿完了，我的剑准备好，过一下吧，打后期了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要犹豫。他有大不放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给点作用把他杀了，应该死了，完全没闪现的。我这也秒不掉哎。那我是这样抓上单的呀。转三了，转三了，转三五十分了。这把比较重要。马上就好。这个龙给了算了吧，不想打。我这个发育打团没有作用，稳住发育吧。对面这把辅助是个笨逼。打了几个破绽，是 E 上吗？好像不是吧。我得帮他补伤害呀、啊。这猴子有摇人摇起来之后就疯狂找着我打架，难受死了我。今晚上个钻二嘛，这把赢了有机会，这把输了就难顶了。不要犹豫，改不了 ID 了呀，现在不让改 ID 了，不知道昨天水友告诉我小伙子不让改 ID 了，不知道哎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不着急，慢慢玩吧。
对手。确实装逼了，不该取这种高调的名字的。马上就好。对面的中单这装备有点夸张嘞，几百的法强啊，这中单起码有四百，339。垃圾阵容感觉难玩，这种玩不了，好难的阵容。难搞。奶奶的，搞得我难受死了。无脑发育的，无脑想来打架干嘛？这游戏又不是打架游戏，我无脑了有点，玩打架就该玩猴子的，剑技还是得发育的。不要犹豫。不太愿意发育，有时候不打架就难受。打架不打出优势我就好难受。玩电视剧的沉住气还是沉不住气，沉不住气有点。我从不退缩。 Shut down. Nice.过来点，我说让人吗？你这个东西这么好，面具大大学。其实不是不会 A 闪，其实是不想用我的东西，不想用我的东西，不是不会 A 闪，一个简单的操作有谁不会呢？这我的粉丝都会，那个当竞技主播的不会。精准而优雅，接不了。OK。
尝试过。猴子打他打得好急，他自己也出问题了，还真不能往下着急的。大叔他说的像个外星人，就你虎啊！这大叔他敢啊，真有屁！满血被秒杀是常规呀、啊。玩起来了，对，对，玩起来了。那下呢？可以买破剑者。这么痛吗？队友怎么突然这么给力了？什么意思？队友是高富帅的队友吗？高地有话我上不去啊，还不如多发育发育，找找机会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小戴艾克，我知道他的隐身，所以我提前 AQ 提前马上走位，你知道吧？不然我如果 Q 起手的话，我就打不出接下来的破绽了。 Q 技能要打用来打盲破绽，懂吗？用来打隐身的时候的破绽，不然 A 不出来的。只要我 A 不出来，他 W 好了，他就能跳走了。哇，好勾巴帅这一波，这波伏笔了，这一波把对面干懵了，把对面干懵了。认要了没有？先拆个中塔再说，中塔得拆一拆。屁股上好像没有红点，没红点就是没 TP， 有红点就有 TP 了。我得买破电子灯带，我是把吸引那边来搞我就好了。格挡，怎么说小老弟，给你格挡，还差一百块钱。多安剑没必要买，多安剑性价比比多安盾高很多哎。他们不敢还击。我在下，我在下，我在下，我在下。马上就好。拜托了。各位前辈，让我待在下吧。打这么急，别打这么急，拜托了，让我待在线呗。打这么着急，我这发不了力的呀。精准而优雅。哇哦，有那么帅？哎，队友听我指挥就好了。这波我待下能牵制对面两个人，队友这边随便打。可惜队友不是很配合。这样子打容易出问题。哇哦，太帅啦！哎呀，打大龙咱能行吗？哎呦啊，乖乖，这一阵秀下来了，我偷吃个蓝 buff， 估计现在有蓝 buff 应该是对面的，不用看，不用看。猴子一整局都不带线的，这个逼无脑打加跟团，还好我队友比较会处理啊，不然这猴子这边要把我们打崩了。这个人不带线的，这游戏相当不带线的，你无脑跟团，你没发育，对我队友如果理智一点的话，他很难玩游戏的。
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我带线其实这波更好赢一点，因为我带线对面是处理不了我的。等你回来呢，反正也追不到。哎，无脑无语，随便 Q 一下意识，反正也追不到。你不会觉得渐进的就得到妖姬吧？嗯。七级了，单带还是好一点，好适合单带啊！今天这一出个破镜子单带，对面拿我没办法。放墙上，你老放那破壁技能，放一技能你就得死。岩雀不能放一技能，放一的时候要走位，不然会被剑姬直接晕死。受啊！